档七场赛事，二班千二博外杯，一枝独秀大热门六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就平海欢声灰马快啦，响佢入边嘅马咧有魅力宝驹啊，内栏就马佬啦，第四位蒸蒸日上啊，外边第五咧就幸运遇见啦，第六位嘅马咧就系呢只标之银河啊，响出边啊骏马风采啦，尾二内栏紫云冰啊，暂时垫后绿色衫橙帽嗰只咧就当家精神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一马当先啊，平海欢声啊带住先，跟住第二位就魅力宝驹啊。内栏第三系马佬啊，再见到内栏第四蒸蒸日上啊，紫色衫第五位幸运遇见啊，咁再后边第六位啦就系标之银河啊，后边三匹马当家精神骏马风采啊，内栏包尾入直路咧就系紫云冰嚟嘅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平海欢声仲系占先啊，魅力宝驹率先上嚟挑战啊，跟住魅力宝驹后边就系标之银河啊，外边蒸蒸日上，再后多层嘅马咧先到当家精神啊，最后二百米蒸蒸日上中间透出埋边标之银河追紧佢，第三。咪仲有魅力宝驹、内栏平海欢声，最后一百米标之银河望空咗咧，咪阿芝上嚟就过啦，轻松赢出呢场博爱杯啊！蒸蒸嘅想跑第二、第三咧，咁啊嗰只幸运遇见上咗嚟，过唔过到只魅力宝驹咧？结果今场赛事呢只标之银河咁啊真系呢个路程都相当厉害啊，收晒姜咁捧走呢场博爱杯啊！蒸蒸嘅想跑第二、第三名，幸运遇见同埋绿色衫嘅魅力宝驹需要影相。六号标之银河12蚊嘅啫，临尾得翻下田泰安轻松取胜啊！第二名就系爆蒸蒸日上气威心，啊，好似幸运遇见都要散咗，咁又上翻嚟嘅喎，结果就攞翻第三、七号啊，第四名咧先至系五号嘅魅力宝驹。不过都甩开好远啦，就幸运遇见。但系转咗弯要散晒嘅。系啊，一转弯一路捽紧嘅啦，已经。好似唔系好啱脚咧，只马唔加速。系咯。呢一只犀利啦，短途新星。手脚赢马啦，呢只标之银河。暫定名次六號、八號啦，咁啊三四名仲要影下相嘅，1分08秒68。睇翻個重播啦。蓝包尾入直路咧，就系紫云冰嚟嘅，入正咗入直路啦。平海欢声仲系占先啊，魅力宝驹率先上嚟挑战啊，跟住魅力宝驹后边就系标之银河啊，外边蒸蒸日上，再后多层嘅马咧先到当家精神啊，最后二百米蒸蒸日上中间透出埋边标之银河追紧佢，第三位仲有魅力宝驹、内栏平海欢声，最后一百米标之银河望空咗咧，咪阿芝上嚟就过啦，轻松赢出呢场博爱杯啊！蒸蒸日上跑第二、第三咧，咁啊嗰只幸。睇翻第三名啊，幸运遇见咁啊，攞翻第三、第四就魅力宝驹。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六号标之银河啦，独赢派12.5，位置派10.5嘅。跑第二名系八号啊，蒸蒸日上，位置派30.5。跑第三名咧就系七号嘅幸运遇见，位置派15蚊。连人位6搭8派79蚊。二重彩啦，六号、八号顺序派107蚊。单天六号、七号、八号派124蚊。位置 Q 6搭8派31.5，6搭7派17.5，7搭8派88.5。跑第四名咧就五号魅力宝驹嘅。三重彩六号、八号、七号顺序派370蚊。喺呢场今日比标准时间快，会唔会真系挑战三冠啊？即刻系咯，呢只86分加埋分7至8分啦。今日赢有1/2。彭之人跑咁啊，蝕分咪蝕分咯，系啊，都試過啊，之前啊，咁你鋭啊嘛呢啲，當佢都係升味，你不如蝕啲分，你再加分仲冇問題啦。呢啲依家鋭啊嘛，趁啊，短途賣咁啊，高班跑好多啖鋭氣啊，衝到上去，都值得試嘅。如果你短途都係咁轉季，係啊，復日嗰啲又落緊嚟啦。今日都贏得咁輕鬆，時間又做得唔錯。以今日時間嚟計，都係出色添。係啊，場場都比標準時間慢噶嘛，佢比標準時間快喎。咁啊，標係都投資好多啊，都啊，值得有翻啲好馬啦，啲高班。頭先有一隻手標之星，啱啱標之智能啊，退役啦日前啊，我哋係最高班嘅啫。依家就接班啦呢只标之银河，即系继续都赢啊草地啊，连埋喺外地嚟到香港，
連泰安我都冇揀錯，好在啊，都爭好遠啊，幸運遇見第三名。你唔好跑錯就得啦。係啦，唔係講跑錯，上次隻陸續無限係真係錯少少嘅，都追得到第三。嗰只真係太厚啊，反而上一次。咁又重磅咧，係。咁啊，恭喜曬啦！咁啊，馬主獲得港幣150萬元嘅遞增獎金啊！又贏到個二班啊！今日最後嗰幾場都好多啲特別獎金啊，有啲好多馬都有機會爭到啊！二三班啦、啊，都係呢啲獎金嘅。幸運預見啊，贏唔到啊，佢都有啊，爭100萬嘅原先個自購新馬特別獎金。好，咁啊，全熱門啊，勝出啦！呢只12.5啫。即係睇下之後會唔會啊作出啲大膽嘅部署啦。係啦，咁牌子好大膽嘅，其實都可以，真係有得諗。係咯，韋小寶遠征杜拜上嗰啲上季。第四連環預計派彩，5號、6號、7號、8號派77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6號、8號、7號、5號順序派996蚊。羅富全一隊都麻麻地嘅，都仲係啊。真係唔夠鋭啦，兩隻都馬佬係搏搏下嘅啫，你縮過嚟跑1200，大幅縮程。就馬風彩都年紀大啦。係啦，搏完嗰陣，我嗰時都好強噶啦，場場都喺度。紫雲碧銀得啦，過嚟沙田呢邊。幸運預見係點咧？係咪真係油咗彎位嗰度？佢又出唔啱腳，即係以為散曬，真係冇㗎嗰度。係啦，臨尾又湧翻上嚟。係咯。攞翻個披，你見到似啦，想啊慢慢收慢咁，好似都散曬嘅啫嘛。啊，但係咁樣騎落又追翻上嚟，定係阿蔡嗰隊都停停地啫。陣間直鏡再睇下，咪一換腳佢先再加速啦。咁啊，準備個頒獎啊，博愛杯。馬房今日起一孖噶啦，都夾住田泰安啊呢、這個外將。所以田泰安成績都一路升啊，37win啦。今日好似係田泰安何澤耀啲日子喎、啊，咁布文都有買嘢。潘頓咧，鋒人咯，嚟㗎啦嚟㗎，下半場再三場，我同阿康都咁講。嗰三隻惡嘅。今日睇咗個頒獎先啦，呢邊啊，博愛杯，恭喜馬主啊，贏到只咁犀利嘅馬。暫時啊，捧住細杯先，遲啲啊，嚇叫贏啲大賽啊。都係近期啲標誌係啫，啲馬真係相當之多。有手機，有標誌，有標霸，有霸，有之星啊，有標王咁。我真係手錶都冇咁多隻。啊，五行字，繼續啊，突破自己成績啊，43win啊。咁睇下可唔可以由頭帶到落尾咯噃，頂到季尾階段得唔得啦？阿爸送咗個車牌俾佢啊嘛，寓意佢由頭帶到尾啊。好，影翻張大合照啊，博愛杯。啦，睇翻博愛杯嘅巡航影片，一起步墨灰馬平海歡聲都係例牌啦，比較快啲。入邊係馬老啊，魅力寶區嘅出邊位置，幸運預見進馬風彩，蒸蒸日上咧，淺藍色衫，而家都伏住喺第五位度啦。後邊嗱，睇下只標誌銀河，其實佢係個口咧都仲係有啲嘅，真係未完全改善得曬，但係依然都咁勁啊！啊，捉下捉下好聚手嘅，
喺曬後邊就紫雲冰啦，同埋只當家精神。頭先咧，大家都留意到嗰只幸運預見咧，佢係而家個前速冇咗之前咁鋭利嘅。佢彎位當然呢個位啊尷尬啦，轉彎轉得唔係好靚咧，所以只馬個頭啊側咗。但係你見佢沿途要比嘅，以前跑千二咧，佢好快已經喺魅力寶區嗰啲位嘅啦嘛。所以我自己都係覺得呢只馬咧開始轉型當中，佢又唔係冇，但係佢臨尾咧先至撻著咧追上嚟攞咗個第三。咁啊，蒸蒸日上啊，今日都想偷雞啊，結果咧就輸咗俾只超級馬。咁大家即係佢嘅表現都好好啦。喺度幸運預見都好似冇乜嘅啦，都散散地嘅已經啊，真係未換腳咯嗰度。係咯，啲撇撇地咁喎。啊，但係一擺翻正咧，呢幾步咧佢上翻嚟。但係真係淨係魅力寶區冇咧嚇。啊，到嗱都係。魅力寶區都係唔多㗎啦。係啊。好啦，第七場都復榜完畢，排彩作實啦。位置 Q 六搭八排31.5，六搭七排17.5，七搭八排88.5。二重彩啦，六号八号顺序派107元。四连环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派77元。四重彩六号、八号、七号、五号顺序派996元。孖宝派彩头关一号美关，六号派151元，头关一号美关八号咧好分啲啊，派351.5。分段时间头段23:95，第二段22:03，末段22:07，总时间1:08.68，比标准时间快一线多啲。